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朋友们好。Hello。我代表宋亚轩的官方后援会来提问 TNT 这个小问题。好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这半年大家都长高了不少，所以粉丝们就很想知道大家现在有多高了。我觉得平均身高5，平均身高1米以上，2米吧。都会很高的，都会很高的。一定会朝着你们希望的那个身高长的。我已经是地上的人。好的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大家刚才也都分享了最近在听的歌，那能清唱几句吗？那先唱吧，走吧，再听下来吧。在听什么？我新歌，是什么歌？生日会，你让他唱新歌。我是最近听的歌。对，最近在听的。唱吧，可以唱那个《盛夏光年》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，就是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，一万首的 MP3， 一万次疯狂的爱，等不了一个渺小的孤单。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，就是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。壮胆的都是人，历经的溃烂，我放心。哇，超好听！谢谢。三个问题就是，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，或者说想做但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呢？就是问大家。对，大家都可以说。那你们对 TNT 未来一年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标呢？对，开一个万年，开个先定个小目标，先定个小目标，先开个10000的万人演唱会，一定会实现的。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想要对 TNT 小朋友们说的话。OK， 也是。如今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你们要多穿衣服，预防感冒，照顾好自己。然后变声期还有发育期的小朋友们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多注意，休息也很重要，自己对训练有一把尺，多努力而不是完成就好。梦想是自己的，期待你们走上更大的舞台，好好唱歌，好好长大，开专属你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。请记得全力的向前方奔跑，我们会一直守候且陪伴你们。最后祝我们 TNT 时代少年团出道快乐。好的，再见，好的，再见，谢谢，好的，拜拜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